阮今仔来是希望讲会当把人员送来阮学校。为什么你会想要当老师呢？你现在是立宏老师还是立宏主考官？林立宏先生，你上次为什么没有考上？不是立宏就是画画，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是在演布袋戏哦？这你自己签的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子哦，联络簿要给爸爸签哦，好不好？可是爸爸说你带刀来学校。你做什么？刀子嘞，拿出来。黄小胜，我听这囡仔讲，你该袒护黄小胜。咱下学年新生招收的人数很不理想啊，那有可能给我们缩编减班吗？阿妈，我们今天是来送重案通知书给林立东先生的。哇！放屁的时候，大家都无在遐啦，要讲什么物件啦？我真正无想要做你阿兄，你是跟我抱你无面子就对啊。低调处理，不要闹大，英雄的招生怎么好啊？所以你弟的那个被签的薪水怎么样？立宏老师，你真太老实了。下个学期要继续加油。